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男配角的包括陈山聪、姜。有两个已经死了在我手，哪个是猎人，哪个是猎物，你搞清楚。朋友，你以为人类和僵尸真的可以做到朋友吗？想跟他真正做朋友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他都变不僵尸。做僵尸有什么不好？如果你回到未来，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僵尸。有我在这里，我不会让这件事发生。请即透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为各个奖项投票。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